Amfest 正在寻找热爱音乐活动的青年朋友，让你们有机会发挥你们的音乐才华。这是一个公开给所有个人或者是团体参加的音乐活动。如果你想和我还有其他艺人一起在 Amfest 2011马来西亚音乐节同台演出的话，那你还等什么呢？Amfest 2011马来西亚音乐节12月2日以及3日，我张志成约定你。